时间，赢了才能决定位置。亲子未来大拷问，来哦，亲子同时写下一个答案，题目是：认为进入到社会以后，我终于有一份自己的工作，正职的薪水我拿到手，子女应该给你多少每个月的孝亲费？是认为小孩应该给我多少？对对，然后他认为他应该给你多少？请作答。一组一组来，邱德老师，哎，两个人，6000、5000或都可以。来，吴平乐，跟那萍姐，请翻。哇！吴平乐，你赚30000多，然后你就拿10000给你妈啊？你妈认为1000就够了，你是不是多了一个零，还是你少了一个零？那我怎么写这么多啊？因为20000就觉得够用了。哇，这孩子多养几个，回家马上再生。来，现在两位请翻牌。哇哇，我的天哪！陈佑莹说要给你10000，哎，你也是20000就够花了是吧？你说实话哦，你花电竞就不用花钱了，买配备设备，妈妈再买给我就好了。我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哎，那以后我老了你会养我吗？他说我当然养你啊，但是你不可以再这样买东西喽。你看看，我看看什么？你知道你是社会的乱象，哪有我促进经济繁荣，怎么会乱象？你妈妈也算精打细算的，只她敢花，花得起啊。啊，差5000，差9000，差1000，恭喜邱德老师，邱冠真，谢谢，恭喜父女俩。好，你们决定答题顺序，谁坐第一个位置？啊，我们，你们坐第一，谁坐第二个位置？那雨安姐，购物专家，精打细算的，她也是政大的哦。我知道政大新闻，政大广电的，对对对，1、2、3，对，对，好，马上进入新攻略机会赛。研究员蔡尚华进入到我们的机会与命运赛制。首先要提醒大家，在机会赛分成3个回合，坐在机会区努力成为答题英雄，但是在命运区，我们要决定的是你们的奖金数，因为最后呢只会有一组赢家，请开梦幻大门。在这当中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包括了人体工学椅、垂直律动机，同时还有超跑级的调理机。那么在10万大奖的部分呢，是英伦复古饮料柜；20万大奖呢，是玉手温感大师按摩椅。希望大家今天都有机会把我们的奖品带回家喽。来喽，邱德老师，好，从你先开始试试看。新攻略机会赛 Round 1，请助理。台湾亲子调查发现，爸妈和子女想聊的话题大不同。请问子女们最想跟爸妈聊的是什么呢 ？A. 兴趣与偏好 ，B. 在校交友状况。我的答案是在校交友状况。B. 锁定。你的女儿曾经跟你聊过什么让你最难忘？在学校跟她的声乐组的同班同学大打出手。哎，你怎么知道？完全正确。我很惊讶，我猜的，就学音乐怎么会大打出手呢？而且还摔手机，所以我才觉得是不是有问题？哎呦，这更难过，那很想要去了解真相。在校的交友状况会是子女们最想跟爸妈聊的吗？揭晓揭晓，第一题不要过站不停了，邱老师，你们会选兴趣跟偏好还是交友状况？兴趣跟偏好吧。一口同声。答题权转移，雨安姐。雨安姐，一次给她吃干抹净。准备，请出题。青少年常因为课业繁重影响到睡眠时间，请问睡眠不足会增加青少年摄取哪一种食物的风险 ？A. 高油脂的食物 ，B. 高糖分的食物。我的答案是 B. 高糖分食物。为什么不是高油脂的食物？当你睡没有睡好的时候，你就会想吃东西，这是我自己的经历。然后我觉得甜分会让人家嗨，所以他睡眠不足的时候，他吃点糖，他可以觉得把精神拉起来。请揭晓。都想对。
太足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呢就会缺乏能量，所以当你在早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昏昏欲睡啊，觉得不是那么的有精神。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就会让自己很想要吃一些能够马上帮你补足能量的东西，所以当然呢，就会因此摄取到更多的高糖分的饮料啊，还有碳水化合物之类的。那么其实很多青少年他们因为晚上要熬夜读书，或者是可能是在玩游戏之类的，所以会让自己的睡眠时间不够哦，因此长期的睡眠时间不足，其实会导致他们一年当中哦多吃进去4.5公斤的糖。哎，命运奖金数请公布。100跟10000，他们住在隔壁，请选择。恭喜10000元。我们把你要给你妈妈的钱先给你了，好不好？记得要这钱我先出。继续下一题，请助理。社群平台研究发现，相比其他社群软体，在 IG 上更容易产生比较心态，尤其是哪一个部分 ？A 外形体态 ，B 追踪人数。在 IG 上比较心态，我的答案是 A 外形体态。不假思索，蛮好的。感觉 FB 大家比较会看那些粉丝团的追踪人数 ，IG 没有 ，IG 都是一些身材很好的女生，然后或者男生练 muscle。我觉得在 IG 上，可能因为人比较年轻吧，所以他们对这一块他们是比较喜欢 show off 的。可是，在我们的那个限动里面，其实很多人都会说追这个人，追那个人，所以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B。因为照相讲的，所有的社交平台都有在在乎所谓的追踪人数啊。对，确实是这样。外形体态是不是更容易产生比较心态？来，请揭晓。恭喜！恭喜邱冠真遭到淘汰。命运奖金数又赢，你又赢了。来哦，100到10000，我不能提示，因为太清楚了。请选择。恭喜3000元，雨安姐准备，请出下一题。疫情让学生居家远距教学，请问立法院通过了哪一条法律修正草案，符合了教师线上授课的需求 ？A. 著作权 ，B. 肖像权。我的答案是 A. 著作权。锁定。教师在线上授课不是肖像，他的肖像吗？没有，可是他授课讲的是他的 know how 啊，他有他的著作权，对对，应该说对一般人来说，那个就是他的作品，他上课的内容就是他的作品。Okay. 就像很多补习班老师，他的那个讲义啊非常重要，因为他要靠那个讲义赚钱。我被说服了，来揭晓。恭喜小弟。命运奖金数，哦呦，又是一个不能提示的组合，请选择。他真的有在用感情在想，对嘛？你要这样子表现，大家才觉得你可爱呀，对不对？知不知道为什么？恭喜100元。你继续答题啊！我加油。请出下一题。五铢是中国的古币，为西汉汉武帝制定与发行的。请问是根据什么而取名为五铢 ？A. 钱的种类 ，B. 钱的重量。我的答案是 B. 钱的重量。锁定。锱铢必较的铢嘛，很轻的重量，很轻，连这么轻的重量你都计较，所以蜘蛛是一定是钱的重量，重量，重量，连国文老师都这么讲了。对，这时候如果错的话，就好好笑。对，最好笑就是在有利人士斩钉截铁的背书，振振有词的，你知道，振振有词的，请揭晓。
锱铢必较的这个成语哦，的确它就是重量的单位哦。可是要告诉大家呢，其实五铢钱呢都要感谢汉武帝，因为当初呢，其实在秦始皇的时期统一了度量衡，所以当时呢，其实秦朝他们也有统一了钱币。不过后来呢，大家都觉得说这秦朝的钱币啊太重很难用，所以呢，到了汉朝的时候呢，一刚开始哦，他们又把这个铸造钱币的权力呢发放到民间去，所以就不是官方来统一铸造了。结果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就变成各种的钱币都有，非常的滥用。那当时呢，也造成了这个通货膨胀，反正物价高涨。所以呢，后来到了这个汉武帝啊，他要讨伐匈奴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把这个财政的大权给弄好。所以因此呢，他又再次的统一了钱币，那有了这个五铢钱，的确后来也成就了他的霸业。命运讲清楚，这一次100跟10000，嚯，他们又住在隔壁喽。行，选择。哪两户人家呢？是一二呢？二三、三四、四。5000元。10000在另外一边。哇哦！那这样，请出下一题。青少年时期是同理心成长的关键时期，请问同理心的养成与什么因素最有关系 ？A. 曾受到良好的教育 ，B. 有安全感的环境。我的答案是 B。B 锁定，有安全感的环境。嗯，受到良好的教育也会知道这一切，不是？要培养出同理心，我觉得代表他心里没有其他需要担心的东西。他如果一直在想自己的，就是自私，就是你让他没有安全感，他都会想说我要拿什么，我要拿什么，他就没有办法设身处地为另外的人想。似乎也是哦。嗯，我觉得。那受了良好的教育，不是也能理解同理心吗？多少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同理心？不要生气，我来处理。请揭晓。哎呦。今天你出门有去哪里拜拜吗？不是，因为我儿子跟我说，你如果一题都答不对，你就换我上，所以这是面子的问题。他有放话给我。放话？因为他一直觉得我比他笨。他今天手气还蛮好。对对，人要放对位置才会成功。嗯，目前看来你们这组似乎是放对了。命运奖金数100到10000，不能提示，请选择。你告弄到100元，哎呀，1分21秒，来往下走，请助理。商店常会用各种的促销活动吸引顾客，请问商店常见的折扣话术哪一个是比较划算的 ？A. 第二杯半价 ，B. 买二送一。我的答案是第二杯半价。锁定。买二送一是对折，但第二杯半价不是对折。对，但是我们一般听到像比如说购物台来说，我们都会讲说二件有折扣，然后你就会发觉很多人就会买二件，就是对一般人来讲，比如说你买二送一，像我的话，我就会想说哇，那有三个，可是我只要两个，我不需要三个，嗯，会用不完，对，我会用不完，所以我就会觉得对我来说第二杯半价比较吸引我，请揭晓。数学题带大家来算一下哦，你看哦，这第二杯半价的话，我们如果以1杯50块来算好了，那它等于呢是50，那第二杯是25，加起来75，那两杯的价格是100嘛，所以75去除以100，代表你打的是75折。如果你买二送一的话，你本来原先要拿到3个的话，你要花的是150块钱，但是我只买2个啊，就送了1个啊，所以呢是100去除以150，那它等于呢就是66%，所以它打了66折。好了，也让人家答一下。嗯，对，不然我都想打包回家了。来哦，请出题。康熙的本名是玄烨，而雍正是叫胤禛。请问皇帝的名字为什么都要选用不常见的生僻字呢 ？A. 为了不跟别人撞名。B. 为了显示知识水准。我的答案是 A。为了。就这么简单。他如果学一个普通的名字，那老百姓就不能用那个字了，嗯，因为不能够跟皇上用同一个名字。像紫禁城啊，他的北门本来是郭老师又来背书了。
紫禁城的北门本来是玄武门，可是因为是玄夜，所以就改成叫神武门。哦，把玄字拿掉。对，所以这个是对的，请揭晓。不平了，该你了，听好了，命运奖金数100到10000，你要感觉一下，请选择。10000元，你可以笑一下吗？哦，好，再开心一点。你有曾经大笑过没有？好好算，就这样。请出下你。游戏宝可梦中暗藏了令人反思的社会议题，请问何者是人类操作基因制造出来的呢 ？A. 超梦和百变怪 ，B. 臭泥和瓦斯蛋。我的答案是 A。A 锁定。我看到就是人类操作基因制造这几个字，看起来就应该是。不是正常社会会发生的东西，就是不是这个宇宙应该要存在，所以应该是其他宇宙应该存在的东西，这是逻辑推论。不单纯。又赢，他说对了没有？对。但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完全正确。你这个我怎么知道？你很有参与感。你什么时候也可以正确？回去玩。好可爱。你把握你下次答题的机会，我37秒估计两题嘛，嗯，所以秀玲姐她代表下题错了，你就有下第最后一题啊，嗯，你就捞到了、啊，来，请揭晓，恭喜答对。这是在1998年呢，当时啊，宝可梦公司他们出了一部电影叫做《超梦的逆袭》。其实呢，你不要觉得说宝可梦只是一个卡通，它里头呢蕴含了很多社会议题上面的讨论。像是在那个年代啊，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个很大的国际性的新闻呢，就是复制羊逃离。所以呢，其实啊，超梦啊，它就是从梦幻的这个基因呢去把它复制出来的。那时候它里头就有讲到，你虽然复制了它的形体，但是你没有办法给它一颗温暖的心。那另外百变怪呢，也被大家认为说我是在制造这个超梦的过程当中呢，失败的一个产物。听完了善华姐的补充以后，又赢了吗？还要补充什么吗？在宝可梦世界观来说，梦幻算是一个很强的宝可梦，所以那个里面的反派就是火箭队，就是想运用梦幻去做出超梦来，然后统治全世界，差不多这样。秀玲姐，要我教吗？你继续，来哦。命运奖金数101万是隔壁邻居。嗯，请选择。你抽到了1000元，还有37秒，秀玲姐准备，请出下一题。换上了具有节能标章的家电之后，可以省电又可以省钱。根据环保署的资料，哪一种家电的效果最明显 ？A. 电冰箱 ，B. 除湿机。我的答案是 B. 除湿机。锁定。为什么除湿机差这么大？因为这个大家都觉得冰箱比较大台嘛，那所以节能应该节的比较多。但有的时候答案你就要用反向的逻辑去思考，这题的答案应该是比较小台的除湿机。请揭晓。好，所谓能够被贴上节能标章的这些家电啊，代表呢它的这个效能呢是一般普通家电的10到50%，所以呢就是代表说它呢可以带来非常高的一个效能，但是又不会这么花你的电量。那其实呢，如果针对有一些的这个电器用品啊，你要运转的时间非常的长，它本来就会很耗电嘛，所以因此呢，它如果又有节能标章的话，它就可以相对来讲替你省了很多的电。比如说呢，第一名就是除湿机，第二名其实就是电冰箱了，第三是。是开饮机，而且你知道吗？如果你都是有用使用这些节能标章的电器的话，一年呢至少可以省下256度的电。如果呢我们用比较直观的思考方式来讲呢，就是一年12个月，你至少可以省下1整个月的电费哦。加油！100到10000，不能提示了。Again， 请选择。
是一万元。请出可能的最后一题，来。依据日本清洁专家的建议，请问在清扫厕所的时候，哪一个地方应该要优先清洗 ？A. 地板 ，B. 马桶。我答案是 A。锁定。十二秒省出来了。为了你。省出来了，十二。你为什么不选马桶啊？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应该是马桶、地板最后清，可是我认为，对不起，我是一般人，对不起。不，我觉得日本人哦，日本人一般来讲做事比较龟毛一点点，所以他可能会先想要把最大面积的先弄干净，然后才来局部的清，不要把自己也弄脏。来，请揭晓。日本的清洁专家要教导大家，我们在清洁厕所的时候呢，其实最脏的地方啊，就会是墙面，还有我们的地板，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灰尘。你想想哦，如果啊，你先把马桶给打扫干净了，结果呢，你在清墙面跟地板的时候，这个扬灰起来啊，这灰尘又跑到你的马桶上面去。可是呢，马桶是我们每天会这样最私密的地方接触到的一个器具，所以因此呢，马桶啊，它其实呢，反而是要厚一点再来洗，那应该要先把这些大面积的地方都清洗干净以后，用中性的清洁剂再来清洁我们的马桶。来喽，命运奖金数请公布，一百到一万，这次不能提示，来，请选择。引出最后一题，加油，秒答哦。最早因为有丰富的营养被 NASA 列为是太空食品，但是食用绿色的时候不能够同时吃哪一种保健食品 ？A. 抗凝血剂 ，B. 乳酸菌。我答案是 A. 抗凝血剂。A. 锁定。抗凝血剂为什么？哎，我觉得答案可能是错的，因为我看到了，他说不能吃哪种保健食品，抗凝血剂可能不是保健食品，它应该是，所以答案有可能是 B。但是有很多的保健食品也属于抗凝血的类别，他会跟你讲说手术之前你不能吃鱼油，不能吃让血液吸掉的东西，他会跟你讲手术之前要停下来，所以不一定错，不一定错。请揭晓。食用绿藻在吃的时候不能吃多少粒？好，一定要提醒大家哦，其实呢，这个在吃绿藻的时候啊，因为呢它有能够凝血的功能以及增强免疫力的功能，所以如果呢你在这个时候是被医生交代你要吃抗凝血剂或者是呢这个抗免疫力的药物的时候呢，就应该要避免搭配吃绿藻，否则呢它会削弱你药品的功效。同时啊，如果还是孕妇啊，或者正在哺乳的妇女啊，或者是肾脏有疾病啊，不能对碘比较敏感的人，也要尽量的避开吃绿藻。命运奖金数为你再次公布，一百到一万，不能提示 again， 请选择。你为什么又选一号？一号刚不出过了吗？所以我觉得会再出一次。啊？我觉得会再出一次。恭喜再得一万元。选号，他不用电脑选号，他自己选的都会中。我觉得会再出一次，很好。目前41000元，平秀玲跟吴平乐这组母子档暂时领先。但于安幼云这边也在紧追在后。那个邱老师跟邱冠珍，你们现在叫车方便吗？还是什么？我们就下一轮就换邱冠珍来打，请起来换。那你们还搭地的全在你们身上，我还懂哦。全民新攻略模范生招募中，加入会员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在社会走跳，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不要再考虑了，按下订阅的频道，加上小铃铛，全民新攻略赶快来订阅哦。